时代力量吴伟达，进入彰化县议会。进入彰化县议会。我们要的是透明的县议会，是人民看得到的，是县民看得到的。不管任何的问政，任何的经费，都是透明的。彰化的交通非常的糟糕，所以作为改善彰化交通的第一步，我们提出我们要把彰化的交通的标示与通知重新谈整做优化。这一直是我们中南部人民的一个痛，我们先希望能做空点监测的密度提升，确实的让县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，也当空污真的发生的时候，大家知道怎么防备自己。